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集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收割胡枫嘅生平故事，同埋佢嘅电影作品。1993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《一追男仔》，胡枫饰演七叔，同剧合演的有吴耀汉、邱淑贞、郑伊健；二《公海强奸风暴》，同剧合演的有林正英、戴志伟，又名战火羔羊；三《性器公之探秘》，同剧合演的有郑浩南、大岛尤加里；四《晴天霹雳之下集大结局》，胡枫饰演白马王子，同剧合演的有黄韵诗、张卫健；五《皆大欢喜》，胡枫饰演胡涂松，同剧合演的有吴耀汉、沈殿霞；六《谍影惊情》，胡枫饰演胡伯，同剧合演的有李嘉欣、刘石明、李子雄；七《的士判官》，胡枫饰演陈先生，同剧合演的有黄秋生、朱茵、于荣光；八《城市女猎人》，胡枫饰演杨才游，同剧合演的有杨丽清、黄秋生；九《临时演员》，胡枫饰演副导演阿修，同剧合演的有黄一山、朱咪咪；十《魔女十八》，同剧合演的有演郑浩南、大岛尤加利；十一《一本漫画闯天涯》，同剧合演的有张卫健、吴孟达。1994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山鸡变凤凰》，胡枫饰演督察，同剧合演的有毛信君、刘青云；二《奸人世家》，胡枫饰演奸人兼弟，同剧合演的有石坚、陈慧敏；三《珠光宝气》，胡枫饰演 Hercules， 同剧合演的有袁咏仪、黄敏德；四《盛世奇趣六之阉夫》，同剧合演的有陈咏之、杨群。1995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虎猛威龙》，胡枫饰演吴先生，同剧合演的有何家劲、钟丽缇；二《海根》，胡枫饰演神父，同剧合演的有刘青云、刘雅丽。1999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千王之王二千》，胡枫饰演郑二统，同剧合演的有周星驰、吴君如、罗家英、曾近荣；二《失业皇帝》，胡枫饰演干爹，同剧合演的有罗家良、梁咏琪。2000年代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2002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嫁个有钱人》，石油气店老板根叔，同剧合演的有郑秀文。2003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新扎师妹二美丽任务》，同剧合演的有吴彦祖、杨千华、周聪、张英才；二《1:99电影行动肥波》，同剧合演的有陈奕迅、何韵诗、张英才、周丽淇、应采儿等。2010年代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2010年《72家租客》，胡枫饰演书店老板，同剧合演的有张学友、曾志伟。2011年《窃听风云二》，胡枫饰演司马长，同剧合演的有刘青云、曾刚。2014年《Delete 爱人》，胡枫饰演神童修，同剧合演的有黄祖蓝、黄远之。好，胡枫嘅生平事迹今日就讲到呢度，明天继续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你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拜拜，明天见。